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阿胶，按比例准备黄色、红色及少许黑色，混合。先取一部分橙色做嘴巴，搓长条状，轻压四个凹陷处，再用工具按压嘴角，然后搓两个小球做眼睛，用工具按压，粘到嘴巴上。接着做眼球的部分，准备两个白色小球，轻轻压扁后放到眼睛上。搓棕色长条后切半，放到眼白上。做两个深绿色圆形，再做两个较小的浅绿色圆形，放上去，再放两个黑色小圆形，最后放白色小圆形，眼睛就完成啦。之后准备两个棕色小球，搓两个小水滴的形状后压扁，放到嘴角上，用工具轻轻按压。牙齿部分先准备四个小白球，压扁后对半切开，准备最少五个半圆形，然后就可以把它们粘到嘴巴上啦。接着来做它的头发，准备四个小长条做成句字形，再做八个较大的，把它们组合一起，先组合大的，然后再到较小的。做棕色长条包围住头发根部，然后把头发粘到头顶上。之后做眉毛，把两个棕色短条搓成月牙状，粘到眼皮上。阿娇的头部就完成了。现在来做衣服，把较大的搓成上窄下宽的形状，小白球搓成柱体后戳洞，组装一起。之后做衣服上的条纹，搓成色长条后压扁，然后粘到衣服上。接着到裤子的部分，把棕色搓成上窄下宽的形状，用工具在中间压裤子的分界，之后做些小细节。然后做皮带，搓棕色长条，头尾修剪掉，包住腰部，之后做皮带扣，做棕色小圆形，然后在上面戳个小洞。鞋子的部分，搓两个棕色的短条，微微对折，在里面插两只短牙签，组装。之后做两个手袖，搓两个水滴形状，微微弯曲它们，在尾部戳洞，然后做两个橙色条纹。最后搓两个橙色小球，在上面刻手部细节，组装。可爱的阿娇手作就完成啦。把你们的作品照上载到我们网站，可以获得小勋章哦。